篮也碰到一位非常能扣的高中生。但我看他只会扣篮，不怎么会打球。然后我就准备看看他的实力，后来就产生了我跟他的单挑故事。这么能扣，看我怎么给寇家上课的啊！寇家你也不一定能打过，来吧。我操，五个球直接开打，好吧？我教他。什么东西呀？我直接脚上这双鞋直接送给他。别废话了，这是我要的。来，打麻我的鞋没那么容易的。很强的，但是啊，还是打不过我。多大了？三了，马上18岁了。哇、哦，这么厉害！18岁，还没18岁就这么强的，弹跳也非常的劲爆啊。虽然他输了，但是我愿意把我脚上这双鞋送给他。然后呢，我也希望他明年的高考能顺顺利利的，然后也希望你在体育这条道路上啥的没有任何伤病。下次再交流，好吧？